男多女少的时代，羽泉运动兴起，女人如大熊猫一样珍贵，找女朋友难，结婚难，男人真难受，躺平时代，男人累死累活，女人躺着赚钱，不自由爱，这日子过得真没有意思。老司机今天盘点广州那些适合找女朋友的巷子，大家多关注订阅我，我会实时更新。靠近天河商圈，集中快递打工族、外卖白领混居底层工薪阶层。广州城中村密集的城中村，里面有很多少妇和兼职女生，里面有少妇、单身、离婚女，也有白瘦幼，你喜欢的类型。纵横交错的巷子，里面或明或暗，不少漂亮女人。靠近人山人海的广州大学城，附近很多广州高校，零零后美女扎堆，让众多浪子想入非非。只要舍得花钱，没有搬不到的女朋友。巷子里不缺美人，缺发现的眼睛，需要花钱去善解人意。至今站街女广州 HUB 失足女云集之地，也是广州年轻妹妹最多的城中村，久负盛名的寻欢圣地。带上你的金子和银子出发吧，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车碑至今仍然不负盛名，是郎有寻芳好地方，梦中情人集聚的。这社会绝对是男性数量超过多数，数千万光棍日子不好过，男人牛马，巷子里的美女躺着赚钱，城中村数不清的按摩养生美容小姐姐等着你，她们风情万种，身材曼妙，等着你。工厂寂寞小伙光棍，发工资了，人生就要过把瘾，去巷子走一走，总能发现自己需要的。你工作中发现远离家乡上班的人妻和单身女，主动大胆，总有机会。巷子里面养生拔罐按摩足浴美女向你热情招手。伴随着世界工厂，最多的年轻女人涌入广东，经济危机，破产倒闭，失业的女性进入服务行业，她们慢慢越来越多沉沦，城中村巷子她们成为主力。
另外，我的朋友们，作为老司机提醒各位，开车注意安全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带好安全帽，毕竟身体健康第一。另外，可不要一味激情内省，嫖娼嫖成老公，爸爸可不好当。亚历山大大帝。